期待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所有的家庭充满欢乐，回家过年，回家过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新年前最大的愿望。无论和家人团聚，还是和亲爱的人结婚，每一个人都要踏上同样的旅程。他们在等着你，他们在等着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不是一个人，我是去结婚的。开往合肥的 J73次列车已经进站了，请去往安徽省六安市九里沟村牛尾巴岗回家结婚的旅客张国栋先生检票上车。这是您的票。也就不是个岔路，他好不容易才跑回来。没事，钱呢？他们根本就没得票，就是要抢钱的。对嘛，我老公是上人家抢的，要不是我跑得快，那钱肯定就不是个抢的了。大妹，我打个电话，喊人法子的。昨儿晚上不还他妈的能用吗？趁着早上又省出一摊水，我想还是踩下来看看。老婆，咱们怎么办呢？我得先办了。大头啊，给我盯着点。好嘛，都给我勤把手。嗯，不放不放的，站什么站去？喂，哎，胡总啊。哎，都弄好了，没问题，您只管放心验房。胡总，那个还想麻烦您件事。火车票难搞，能不能？火车票好办，你把工程质量给我盯好，见面再说。总算熬到头了。李丽，这不吃完就走了？哎呀，那不吃完了吗？三个包子哪够啊？离午饭还有四五个小时呢。脑部供血不足，影响听课。来，再来。学校小卖部那些垃圾食品呢，不能乱吃啊。嘉玲，赶快开车送儿子上学。你忘了8点钟我还有个手术。哎呀，你要不拽我，我就到车站了。哎，你别挤公共汽车了，赶紧打的走吧。兜里有钱吗？有。我也走了。哎哎，你手术小心一点啊。哎，我们88中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多年以来，无论是历届高考成绩还是素质教育成果，都在北京乃至全国名列前茅。这次的高三全市统考啊，可以说是明年夏天高考的前哨战。同学们不可不重视啊。啊，在这里呢，我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努力啊，为了明年的高考，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统考，加油。啊，怎么能这样呢？哎，那怎么办呀？啊，你等等，来，校长好，我马上过去啊。什么要过15以后才过来？哎，不是说好年前完工的吗？我儿子女儿要回国来看我，你让我们一家人在这个房子里过年，
这就你们城里人要过年，我们乡下人就不过年了。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再去帮你找点人吧，总过年不回家的吧？啊，找两个人，给咱们来帮忙不就行了吗？啊，那你千万赶紧帮我找啊！啊，对了，白老师，这厨房的瓷砖不够了，像这样的你再去卖上点，啊。老三，我先走了啊。哎。有没有比 H5N1 再浅一个色号的？嗨，我这都在这儿呢，自个儿找找看，有就有啊，没有就没了。你那边什么时候完工啊？完工就过来结账吧。嗯。哎，快过年了，表姐总是夸你夸的不催我。你这嘴。嗯。嘴。哎呦。干嘛？哎，船长！哎，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啊，不哭不哭。又不动啊？又来帮我加二次板了？哎，这是你要的地漏。哎呦，宝宝乖，宝宝乖啊啊！不哭不哭。哎，给我找个塑料袋。有没有门锁？外挂门锁。哎，古董。什么时候挣够了钱，把我们家小梅也娶过去，自己也好生个儿子完了嘞。哎，没敢耽误，好的，攒着呢。哎，你好。这个门锁多少钱？哦，50块钱一把。哎呀，啊，不哭不哭，来，那我走。哎，你看这个，啊，走吧。这个45。咋的？我走了啊。这还贵啊？老师傅，你走哪儿啊？怎么了？没事吧？他这要发心脏梗吧？啊！他们下车，心脏不对了，赶紧送医院。送医院吧，赶紧。哎，来，帮我开门。哎，慢点，慢点，慢点。给您水。你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吧。哦，好。那手术时间排定了呢，我会通知你的啊。哎，好的，谢谢大夫啊。哎，不客气。大夫再见啊。哎，别太紧张啊。哎，好的。杨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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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说，你把李佳良给我叫出来。别吵了，别吵了，这是医院。出来，李佳良，给我叫出来。我老公，李佳良，给我出来，你给我走。李佳良，给我出来，出来走。您怎么样？老毛病了，回家歇会儿就没事了。您真的没事了？哎，李主任，李主任，没事了，回家了啊。那
那我送您回家了。啊，您就是李家良吧？有什么事儿？杀人犯，住手！他妈的，杀人犯，给我下来！杀人犯，给我下来！医院是你家的，你给我偿命！杀人犯，你给我偿命！我拦着，杀人犯，杀人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杀人犯，哥死了，你家人你给我偿命！手术前我专门问过家属，你们是签过同意了。这年头啊，最好不要去医院，那医生钱没少收，把活人给治死了。哎，这话不能这么讲，那修车还有修不好的时候呢。那医生给病人做手术，那是多么精细的活啊！啊，谁能保证不出一点错？哎，那么沉的东西，您干嘛一个人跑那么远啊？自己家里用啊？对，家里装修。你让装修工跑啊？装修公司承包的活，这他们应该做的。嗨，我这不是没有找装修公司吗？这请了几个工人。哎，昨天突然说要回家过年，走了，就剩一个工人。嗨，这种事常见，都刚进城的吧？一时半会儿这小农也是改不掉的。这我的名片。哦。国家栋梁装饰公司，哦，哎，你也是做装修的？哎，哟，您看他地坪做的，这卫生间比卧室最起码高出2厘米，这要全部铺好了会更高。哎，白老师，您现在可能不觉得，您老同志晚上万一要起个夜，万一不小心。这2厘米就是一条命，这线路图这也是人画的呀，啊，是我画的，咋了？啊，没事，我就是觉得改的有点多余。找着老乡了？哎呀，白老师，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这马上就过年了，这不好找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两个，要的工钱都高。哎，你到底有人没人呢？来来，您刚恢复，别再累着。白老师，我有主意，您不着急吗？我把我的人叫过来，今天的事我特别过意不去，您就当我是补偿您。你不着急回家过年吗？嗨，我多带几个人，年前肯定做完了。啊，白老师，这活我们都干了一大半了，这时候你再换人，钱的我们不都白干了？哎，这话可能不该我说，你的兄弟没干完活人就走了，这太不合规矩了吧？你看把白老师急的，你们责任心呢？别的我都没细看，哎，你就说这瓷砖，哎，这瓷砖有这么拼的吗？你说这线头能这么混在一起吗？啊？哼，你这样的说话当然腰不疼了。这我都接的多了，这我要干起活了，我还都一抽羊。哎，您看，这是我的营业执照。哦。啊。完了还有，这是我的法人章。嗯。还有，啊，这还有财务章。嗯。高老师，你要怎么样？干活的人我已经找了两个，只要你说一句话，我马上叫过来干活。
那不咱们试试？好啊。他们十五才回来呢，我等不了。这之前的工钱，我没少你们的。咱们签个合同，哎，是是是，像他们这样我可承受不起啊！哎，您放心，合同一定要签的。回来了，到晚期，那中晚期病人当场运转，飞机在蘑菇云进行。这不合日历的，我们下午没有课，这今天挺爽的，一大中午早早的跑去上自习，心里琢磨着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的。你疼不疼啊？啊？没事没事。说想请你去无锡做一台手术，这个时候还在外面接手术恐怕不太好。刚才院长说要安排我到南京那边参加个学术研讨会，明天就走。真窝囊，说好听了是去开会，谁都知道是避风头，那些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呢，还真以为你做了亏心事到外面去躲着呢。把手术停一停也好，我心烦得很，影响状态。平时说得好听，说你是心内科的名片，现在出了事儿都不敢明着保你，受这份加班气，还不如到外边多跑几台手术呢。舅舅，舅妈，来了。哎，哟，带醒去干什么？回家过年去啊。今儿才几号啊？这么早就回去？我妈天天打电话给我，叫我早点回去，说怕晚了不好走。那你工作怎么办呀？过年正是最忙的时候。我今儿把工作辞了，牛排机还可以，把路费都给我了。你把刘户养家保姆的工作给辞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我妈说了，当保姆没什么用，想过了年让舅舅在北京给我找个路子，让我在北京上个学。你知道费了多大劲儿才？你让我跟人怎么解释啊？行了行了，你呀，你自己跟你舅说吧。你么子时候走？要跟十一点的火车，等下子就走。我过来跟舅舅讲一声，看舅舅有么子东西要我带回去。这网校怎么样？挺好的。我娘讲，你不能让舅母太占上风，就是在外头，你又是医生又是军人，还是比他大。这些东西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早就让你收起来了吗？哎呀，这又不碍事儿，你就扔这儿呗。什么不碍事儿？给我看看。这网吗？松手。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你到厨房跟你爸一起学习，把房间网校都拔了。不好好学习，考不上88中，你爸可没那么多钱给你交赞助费。妈，家里还有多少现钱？干嘛？拿几千块钱让他带回去。我爸今天做八十大寿，这你早就知道了吗？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女做七十，男做八十，得打扮。你们那儿的规矩才是规矩啊！我告诉你，钱可以给，但不能让他带回去，还不一定带谁兜里去呢。这样吧，明天给你爸寄回去。不过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张鹏联系那手术你得去做，全都把钱给挣回来。行，这南京离无锡不远，明天我跟张鹏联系一下，看他怎么安排吧。第二。过年我和儿子可不能跟你回老家，现在是李丽的中考关键，这事儿你得弄清楚啊。那我妈今天又特地打电话来说，一定得把李丽带回去。哎呦，
就惦记长子长孙啊？哎，没听有什么事儿吧？回去到不了几天的。谁说的？你问问李丽丽老师，她这次考试啊，伤重点真的很危险。哎呀，别说几天了，这心一撒出去，能收回来吗？那老师还说什么？啊，毕业了。我今天肯定回不来了，得直接走。好，别忘了去提前啊。嗯。那个晚上呢，帮我把行李收拾收拾。行。第二天上班再来。好。啊，我医院里有事情就不能送你了，你舅妈送你。哎。哦。就送送，火车站人多不安全啊。哎，我说那事儿就当你答应了啊。哎。病人发病的时候什么症状？他不知道。他有什么既往病史，像心脏方面的？你也不知道。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是病人的家属吗？不是，我是他们邻居，平常呢很少来往，今天呢看他躺在电梯里边了。主任。嗯。抢救多长时间了？十分钟左右。血压心跳没有？血压心跳还怎么没有？通知心外科，准备开胸按摩。主任，心跳有了。准备支架手术，趁现在马上疏通。现在？现在。没事，给他签个担保，医务科没人了。错过时机，就再没有机会了。自我切。好吧。送重症监护。联系到他的家人了吗？还没有，他好像没有家里人。哦，昨天他邻居从他家里找来这个。昨天我还一直担心呢，怕又遇上个三无的。佳良，这个王姐啊，把你的机票还有行李啊，放你办公室了。好像九点多了，你抓紧时间啊。时间还来得及。哎、哦，对了，啊，那个这是我手里的几个病人，哦、还有刚才这个叫老黑的，嗯、帮我照顾着点，都是术后恢复、嗯、啊。放心吧，哎，你快点啊，弄个堵车啊。陈大夫，啊，刚才做手术的那个老黑，你多照看他点。啊，对，他家里好像没人。放心，是公费。怪东，你把二敏凯一个人放在姓胡的那边，找不着、啊。这我是稍微的事情，看不着。明天就先放了，晚上哭一下再找。主要的事情都做你大部分了。不调停，不改管道，家具是现成的，橱柜也是定做的，我们的床顶，哎，在大厂子，大厂子，简单一点好。啊，昨天做完了，昨天回家过年。嗯。摆老师家的风格是简约的风格，简约不是简单。那个胡先生家是完全不一样。哎呀，你管他什么风格呀？怎么像姓胡家那个老娘们一样死皮就嚷嚷？这设计好了个东西，翻来覆去，覆去翻来，连他们家的马桶都不让坐。哎，你别哭，别哭嘛、啊！我这就过来，你别哭啊！好了，别哭了，来。别哭，凭什么？我要给他当售货员，要当保姆，每天就拿那么点钱。表哥在外面乱搞，他就拿我出气。这次你也是嘛，给话人家说。
人是来出货的，字是你签的，下班最后一个走的也是你。就算你表哥惹的祸，你也有责任的。啊，那我怎么知道他们是来要账的？不哭了，不哭了啊！你表嫂扣你多少钱？300。三百就三百，就当给你外甥买尿布了。妹夫，我已经进去了。哦，妹夫，最近发什么财呢？嗨，我哪发什么财？就那点小善，我还得到处钻去。男人呢，就得办大事；女人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别去理他。就有需要帮助的，你跟我说。哎，小梅多亏你照顾了。孙，你这是见外了吗？小梅是我表妹，你是我兄弟，你俩好我们巴不得呢。哎，我这不年前接了一单活，缺个水工，好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一时也找不到。不，你早说呀，我给你介绍一个。做防水的，做防水老马。我是你老马，上车。阿明，不在那边做事，跑这边来做么子？明知就咱们验房呢。杜哥，给这个真正进来验房子的喂，我跟你在干，是不是先给你打个电话让过来？我姓胡的干不用了，给带着个老婆，还有个什么经理，到处检查，一会儿刚刚带长子不找，一会儿刚刚那长子又不合格，杜哥是我们的责任。我在，钱呢？是假的工程款呢？人都撵出来了，哪还有没钱的？要要那东西。哎，胡总啊！谁呀、啊？我张国栋啊。哦，我在开会，待会儿再说。哎，喂，胡。走，干嘛？妈了个逼的！太亲，太亲你了，东哥。怎么办？逼！擦擦大爷，妈个逼！调戏！哎，你找谁？对不起，你的临时出入证已经过期了。什么？过期了？你找谁？你不认识我啊？八号楼32B，我装了一个多月。对不起，对于小区外来人员，我们只认有效的出入证，不认人。你找哪一家？你先用电话联系一下。喂，吴总啊，你好啊，我张国栋啊。那个验收的事，咱们当面谈一下。好啊。已经都验收完了，还有什么要谈的？哎呦，吴总，你要如果有问题，当面说，凡事都好商量。我知道你是在问尾款的事儿，我告诉你，你把我家装修的这么多问题，我都得返工。您先让我们进去，咱们一块儿找问题。如果真的需要返工，我们绝不含糊，好不好？咱当面说清楚。32B胡先生家的。哎，胡先生，你不说房子还有问题吗？怎么就急着搬家具了？喂，喂，胡总，喂，我到你干嘛？哎，韦总，你们不能进去。姓胡的，你们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哎，干嘛？谁也别挡我路啊！这狗日不仗义，我得给他们当面说清楚啊！你不也农村来的吗？
你应该站在我们这边才对呀、啊！大哥，你就别让我为难了。我的工作就是为业主服务，业主不让你们进，我就让你们进去。你别以为你在城里当看门狗就抖起来。谁也看不管啊！你怎么骂人呢？骂你怎么了？你别动！你放开我！不能进去！放开我！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你就是狗皮膏药！开大门！打！一！打！二！打！三！打！打！他们闯进来了，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好啊！二明，别让我坚持住啊！啊！哎呀！啊！今天。今天，本报记者见证了一场近乎惨烈的民工讨薪场面。近百名农民工在工地上绝食静坐，近五天后，终于领到了他们劳碌一年的工资。这一事件将再一次引发全社会对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出来了，出来了，你出来了，小心点。警察在这看着啊！出来，出来！不是你们回乡下啊！不要在这撒野啊！撒什么野？撒什么野？出来！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出来！干你！出来！出来！哎哎！干啥？哎！别跟我来这一套啊！我一开车，你胳膊就得断！你干啥？快点走！快闪开！来！快点！是我们的毛狗，你呀！来来来！请讲，请讲，正在处理。师长，抓你身上！我发财了，发财了！哎。吴总啊，啊，巴厘岛，巴厘团购呀，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公司最近有几个打折的路线，哎，女同事啊肯定喜欢，我要公司人跟你联系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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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欠钱不还，下来，来来来，这同志，你先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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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下来，什么？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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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谢谢，过来，谢谢，谢谢，不说。
他大学不少谈了钱，你跟平平领，我们弄不够容易吗？这么多年，想要保证什么？啊，是你们延误了工期，李委员在先。我一民工，我懂什么？对不对？我们只知道埋头干活。你老婆今年一个主意，明年一个主意，啊？啊，自己没个准，折腾我们。就是。我们这么干，那工期怎么算？你说工程质量应该怎么保证？我怎么知道搬进去以后不出问题啊？你们这些民工都到处跑的，万一出了事儿，我到哪儿去找你们？你自己说已经都坐进去了，那显然是已经验收妥当了呀。对呀、啊，对呀、啊，打算干嘛呢？就算你有问题，你扣我们5000保证金，对不对？有问题我们随时来修，你不能一分钱不给啊！我们这么多农民兄弟，干完活我们要回家过年的，我们过没钱我们怎么过年？听我跟你们说啊，今儿这事儿不归我管，但是你们再这么闹，就路都堵上了，知道吗？你们找个地方去好好谈谈，如果实在不成啊，去劳动局，别在这儿，好不好？我是燕京日报的记者，如果你们私下协商不好，我可以陪你们去劳动局。听见没有？不要拍照，不要拍照。不要再吵了，冷静冷静。哎，不是这个数啊，年底正结账呢，我手头没那么多钱。那怎么？那怎么行啊？不行。好，我给你开个欠条，下去再找我。胡先生，您有没有兴趣做个采访？没有。哎，你带我的火车票呢？我这有去火葬场的票。来，摆个胜利的姿势，一二三，再来一张。啊，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师傅，咱们赶去建安医院。好。事情不都过去了吗？白大褂不还是穿在你的身上吗？啊？哎呀，你的业务水平我们是绝对信任。照他们的说法，那是羊皮，我就是狼。现在要当好医生，可不是治病救人那么简单。他们根本没打算来讲理的。里边有几个人，上次血液科出事的时候也来闹过。要不是职业闹的，谁家这么巧？你讲的这些，谁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这样的大环境，出了事儿，不管谁的责任，大家呢先赖到我们的头上，反正先闹起来，不管闹到什么程度，还不是都是为了钱吗？打官司我不怕，只要尊重事实、肯讲道理就行。这几天院领导和这患者家属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呢确定了赔偿金额。还是老规矩，院里拿出一部分，你们科室呢分摊一部分。你是主任，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自己要以身作则，好。我最倒霉，那天手术本来不应该我站台，给我替小杨上了个班。哎，你好。你的比例就比你高。我呢，我都答应我女儿去香港迪士尼玩，得去不成了。我觉得呀，咱们科室办事太软了，跟医院里也不抗争。嗯，这件事根本就不是医疗事故，摆明了是人际关系没有处好，一个人的黑锅让咱们大伙背。行啊，黑锅一个人背着，以后手术的奖金一个人拿。我要排那个过年的值班表，谁要是特殊要求，谁要去外地呢，提前跟我说一声。没事没事，我让他看好了就行了。我有问题，主任，为什么我的年终奖金比别人低这么多？1200。你开的药没有达到定额，奖金当然少。我来心内科三个月了，定额的事儿我还是不明白。啊，病人吃一瓶药就能好，我还非得再给他两瓶吗？你才来三个月，等你在心内科干上三年，你就明白了。哟，大伙儿都在呢。小刘来了，来来来，新年礼物。
每人一份。真的，王姐，这多不好意思啊！气色真好。这是吗？是替我说那家美容院吗？啊，是啊，我早就说那家特别好。谢谢。哎，张姐，您的儿子怎么样了？现在考上大学了。哎呦，真有出息！我早就看出来了。再见，哎，你好，再见，王姐，辛苦了啊！哎，拜拜，再见啊，拜。您的会什么时候开？四月份，在日本，这次会有很著名的专家做现场直播的手术，机会特别好。哎，还有这个表格是今年一年使用我们公司药品器械清单，没什么问题吧？帮我在后面签个字吧。建良，值班表别安排我了啊，我辞职了。过年一放假就开锣。那我先走。再见。就去他们公司做销售。怎么回事啊？事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你前段时间不是烦心事儿多吗？我没跟你说。以后我去哪儿做销售了啊，跟你打交道的机会可少不了啊，老同学，你一定得关照我啊。哟，李大夫。李主任，李主任，哎，谢谢你啊，你救了我一条命，哎，谢谢谢谢。我那个时常觉得那个三根支架啊，哎，他说他自己跳自己的，弄得我心慌意乱的啊。很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病人啊，初期都有这种心理状态，哦，这恐惧呢是正常的。不过从各项检查的结果来看呢，您恢复得很好，随时可以出院。哎，不可能，不可能！我刚才觉得不舒服呢，我那坐在马桶那差点没起来。李大夫，您再给我做一次全面深入的检查啊！昨天的检查结果呢，我也看了，哎，挺正常的。费用不成问题，我们单位的100%的公费，不能公费的部分我自己也能掏啊。哎，您有什么好药好器材，您尽管上，啊！来来，坐坐坐。哎哎，来坐下坐下坐。哎呀，哎呀，李大夫，我不能住院，我怕呀，真的。哎呀，你好，我是四海旅行社，您有什么要求吗？您打算去哪儿？要去上海啊？上海，您是旅游还是买机票？四天。那你们胡总在吗？他不在，你有事找他。啊，没事。我想买几张去合肥的票。到合肥？你稍等一下啊。控制站区，在一些票贩子活动猖獗的重点车站，铁路公安机关还采取秘密。分开走行吗？隔一天。不过是临客的，要两天才能到。哎，要。打听的车厢。每张加100。一张加150。那么贵呀、啊？有票回家还在乎这点钱？不是，我跟你们胡老板是哥们，便宜点了。便宜不了，价钱就是胡老板定的。白老师来了。啊，大家辛苦啊！啊，辛苦辛苦。白老师。白老师好。哎，好。白老师好，白老师您看，大头这手活就是不一样。白老师好，你好，比那个外面买的成品门强太多了。白老师好，好。啊，白老师，您看，电线分类，啊，到时候坏了好插好修啊。是。老妈，装的怎么样了？这就好，白老师好。哎，好。哎，现在算是做到哪一步了？装完这个就差不多了。啊，是。来，吃水果啊。哎呀，你们辛苦了，来来来，自己拿，来来来，自己拿。
啊，来来来，白老师啊，来来来，你又不用每件事都亲自举车子，年纪大了，你过来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吗？橱柜地板装的时候我这人盯着，啊，好，谢谢白老师，谢谢吧。都在。哎，没少东西吧？好吧。哦，那行。秋衣秋裤家庭套装，给你表个表嫂。嗯，又买东西啊？才一层层买。没事。哎，好看。漂亮吧？啊，真的好看。颜色特别的衬托她的肤色。走，交钱去。东哥和小梅姐的事情快成了吧？我看他们俩现在正在那儿甜蜜着呢。你小子鸡巴毛刚见没有的几天呢？你瞎想么事啊？怪不得你面红肌肉。你也想着啊，过年赶紧给你找个老婆，明年呢刚好再到北京来跟我几个烧烤。好的。我媳妇给王叔给你做饭啊。业主说这儿快装修完了，叫我们把暖气打开。啊，那边啊。累死我了。把剩下的活做完，我带你几个找个地方消食消食。给谁买呀？还不是我妈。村东头的王老太太打了个新的金戒指，她心里过不得，非要我给她买个白金的。这个。这个。那这上面这个菱形的呢？你宝哥宝，你们两位是要买结婚戒指吗？不是。把这个拿出来看看。嗯，好的。我妈的手应该跟你一样大，你帮她试试。好看。啊。五千五啊。哎，就要他。好，你就带着他吧，就是给你买的，还不明白啊？我卖戒指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有摘下来的呢。用不用摘下来给你包一下啊？不用，谢谢。那我给你开票吧。看看，大哥来了来！你的发多少钱？30。便宜点嘛。贵了啊！哎呀，你先进来再说嘛，来来来，走走，我进去了。摆个造型，一、二、三。看看你，数学成绩刚上来，英语又掉下去了，就跟那狗熊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海默，还在等票，票不好卖。
走得羊，走得羊，走手脚的是几个？肩够不够用啊？离中考没剩几天了啊！过完年眨眼就到，就你这状态，能考上重点吗？嗯，能。给你打80岁的音的，到时候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了。当然要高兴了。等开春暖和些，我还要把那个接到北京来玩。北京可是不想。你什么时候把你礼打回来，跟我回晋江看看？我们就是走，要走在那心了。要过年要走手，你干哈这样的话？怎么了？没什么，就说说准备做手的情况。自从十几年前咱俩结婚到现在，老家才又热闹这一回。你们在老家结的婚啊？现在才知道。可不嘛。哎，我记得也是这时候啊，我们刚办完婚礼啊，就给你爷爷过生日。哎，那次是65吧？这一晃啊，都80了。爸能健健康康的活过80不容易啊。我把那个过年的值班表排好了，咱俩能连续休4天。快去快回，别让儿子再看看老家。哎，你不是答应我们这次不回去吗？他出去把心玩散了，耽误学习，考不上重点怎么办啊？说了快去快回，3天就耽误学习了。那以前我在老家，哎，不是还一边干农活一边学习？你的心思我明白，我也想带儿子回去看看老人啊。可他现在是成绩不上不下的悬在那儿，我是心里也哆嗦呀。再不抓紧时间啊！哦，对了，明天他要上补习班，这分要是不够啊，连钱都交不出去。爷爷的80大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别让老人有遗憾，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你们那过的都是虚岁，等他上了重点。我保证带他回去给老爷子过一个实实在在的80大寿。那儿子中考只有这么一次，不好好把握也得后悔一辈子。嗯？我都订好票了，咱们就回去一趟吧。别的我都听你的啊。你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别说现在买不着票了，就是票在你手里，我和儿子也不会跟你一起回去的。笑得真好听啊！再叫一声，哎，这好孩子，明天就能验房了。哎，你们几号到啊？哦，好，好，好，我去接你们啊。太黑，你站着啊，别动，开灯。这灯我装的，真的啊！啊，这灯好漂亮啊！哎，坐坐坐坐坐，嗯，叮！哎呦，是不是啊？哎呦，哎呦，1、2、3、4、5、6。哎，你们5个人怎么买6张票啊？哦，老板跟你回家过年啊？他是你们村的？又给我装糊涂！嗯，大头他们呢？我让他们收拾行李去了。哎，你告诉我，多一张票，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去？啊，你好酸啊！哎呀，我问你呢，啊？嗯。早就知道你答应了，所以我让家里准备咱俩的订婚仪式。哦，好漂亮哦！漂亮吗？嗯。我装的，嗯，在表等那儿洗澡可麻烦了。在这儿洗，水可热了。是吗？嗯。你在这儿干嘛？出去。我不出去了。我不用出去了。你偷看啊。啊。
么了？你先堵着，我去关总闸。哎，让我走！小心点，啊！都湿了。那没事，一会儿就好。哎，哦，他跳闸了。哎，好了。看不见吧，应该。啊，你等会儿。啊，没事的，看不见。来，快快，没事的。哎，哎，真看不见，看不见，肯定看不见。等会儿。嗯。啊，这帮物业真混蛋，到现在还不送暖气。住在北京多好啊。这几年我也攒了点钱，等这活干完了，看看明年开春的时候能不能交个首付，这样在北京咱们也有自己的地方了。给你猜一个谜语。是这样的。猜嘛猜嘛。两个人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一个梨树，每个人说了一句话，打两个国家的名字。我不知道。猜嘛猜嘛。那我告诉你，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澳大利亚。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说耶，大利，另一个人说啊，大利亚。你好，几楼啊？七楼。七楼。哎，你是不是那702的呀？是啊。哎，你家昨天夜里好像漏水了。啊？是吗？嗯。快快。起来，快起来！白老师来了。别管了，赶紧进去。啊，你衣服。哟，哎呀，白老师哈，来这么早啊？我正给您擦地呢。这哪漏的水啊？怎么回事啊？出了点小问题，我给您弄干了，不是什么大事。这是哪漏的水啊？啊？白老师，白老师您放心，储水吹干了以后跟新的一样。这怎么回事啊？哎，你是哪的？啊，我们来检查一下暖气的阀门。哎呦！地上怎么都水啊？暖气开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热呀？哎呦哎呦哎呦！快快快！快烫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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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家属别挡着门去交费，这还没住院呢。押金多退少补。
还缺多少？你这缺好多呢。那我回去再取吧，反正我还要给他送东西。下一个。收拾东西，我们走。那个，我去找姓胡的拿剩下的钱，你们先去火车站等我，票啊。都他妈怎么了？啊？不走，在这等着别人找我们算账呢，大龙。我心里特窝闷。这个事情可是太窝囊了。我今年下半年不就消失到了孟美云，但这寄出的房子方式不好，就单跑的，干了一晚，在北京混鸡巴一年，挣几多钱回来？啊，明年学费还没有得高，我怎么跟干杠啊？不走没有办法，排了次躺在医院里不行。第二次 K 磨上我们，这不光是钱的事了。能气哪个庄呢？这他妈反了吗？进谁出谁分不清，气白拉屎分不得清呢？那其实老马负责干庄的。开工厂的时候，我跟俺让给看清楚，可不听呗。老马呢？老马昨天刚的干了一句事，需要钱，到邮电局去寄，还没有回来。没事，寄了一天，没钱呢。给身上钱不多了嘛，光我借的嘛，刚这边结了账就还吧。嗯，借白开的。啊。上半年搞的钱一哈都鸡巴干着。你傻逼呀，钱多了发烧啊。今天等你又回来，你又开把钱还本呢。陪你妈妈个老马。我半年的钱呢、啊。哭，臭小子哭，哭我几吧？我怎么办？我过来哭。没事，你哭。根本不是我没钱用你的金丝牌，是金丝。你没钱抢了用我上，质量太差了。老子倒可以干嘛？都给我，这些都是小美姐拿来的。你要说什么？你个表哥太缺德了！给我找个老马，活又长，还骗三百块钱。你看他卖给我的水管，恨不得手一掰就裂了，这不是杀手吗？你喊什么喊啊？这事情这样，你说怎么办吧？把你别表哥找出来，我们当面说清楚。那是你自己事，你要找你自己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小梅，脾气还很刚烈耶。过得，冷静，过了门再收拾开。大德，还开几个收拾东西，小子，跟我结账。这事儿我不清楚，胡总但凡出国了，年后才回来。东哥，那个票怎么办呢？怎么办？丢掉、撕掉、退掉。回摩卡，不回去了。
辅导。先冷静哈。你看，这个钱挑在我这个手上，等行狐狸回来再搞。我想，你还是先偷偷到医院看看，万一白老师有三长两短，我就不成了逃犯的吗？什么事？也不一定真的有事情。你看，上一次撞白老师不也没怪到我头上吗？但还把家的事情报给我几个。再一次，你看，只要高考能行啊，之前的都是过程。哎，你们家李丽今年全市统考怎么样？不是，在区里能得什么名次啊？嗯，这次统考比以前还是有点进步的。哎，以我的经验呢，你得找人，越早越好。嗨，我也是这么想来着。师傅，问一下这个床的病人呢、啊？我拖走的啊，拖走的。什么呀？没瞎吃，天天这医院食堂。啊，你说这个，这都是老朋友老部下送的，不收不给面子。是吗？有人来看过你吗？我每天在病房门口坐着，我怎么没看见呀？王护士，我睡眠不好，这装完病房手包的。我知道，这不是大病房没地儿了吗？这人挺好的，年纪跟您差不多。又是个老师，你们一起住着，相互有照应啊！不是，我是说，哎呦，你这人怎么回事啊？都跟你说了好几遍了，病都好了还赖在医院不走，不就怕回家万一发病没人照顾你吗？白老师，哎，你们一起聊聊天啊，走吧。哎，好。哎，护士，我问一下，那个今天早上急诊送过来的那个白老师在哪个病房？今天没有急诊转过来的病人呀。哎，你们的医院真是邪了门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不见了呢？哎，是不是刚才王姐送来那个呀？送去双人病房了，还没登记呢。或者306病房在哪？一直往前走。哦，谢谢。哎，你谁呀？白老师，白老师，你是什么人？我他们家装修的。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他情况可严重了，跟我刚发病的时候可一样啊。要想治好啊，得装支架。那得多少钱？我这装了三个，一个3万。啊？够养三个大学生的，小子。你醒过来了，你不用动心思，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不会赖到你头上的，啊。哎，白老师，你看，这算我刚交的。我放心不下的，你比我清楚，是房子的问题。哎，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只希望你啊，亡羊补牢，赶在过年之前把房修好，工钱我不会少你的啊。我好不容易买了张车票。我这次回去啊，是有一件人生大事要办的。我估摸着，您在医院里还得住一阵子，对吧？等您病好了，也快过年了，还不如您在这儿安心养病，我快去快回来啊！我十五，大概，啊不，初八，初八，初四，初四我就回来。别打，别打！哎，再犯病可就救不过来了啊！您千万别这样啊！您说吧，我听您的啊。真的，真的，就是早上王护士从急诊送来的病人，哦，姓白，我写的太潦草了。术后恢复两天，常规急救，按说在观察室待到明天早上就能出院。您上次说的对，所以我就给他开了住院观察两天，他也是公费。那就住七天吧，确定没有问题再出院。哎，医院有新规定，所有病例不能有人为涂改的痕迹，你拿回去通报一遍。哎，谢谢主任。哎，主任，您过年怎么安排？回家吗？订了票呢，还等着呢。票太难买了，我妈都叫我别回去了，说把假攒到年后再说。到了心内科，你还指望休假？也就过年这两天。哎，啊，旅行社啊，什么？直达的飞机票和火车票都没有了。啊啊，那个中转的有吗？有，有一班，从北京到西宁，西宁到上海，上海再到湘潭的。不行，这班来不及，时间太短了，不是在一个机场的。要不这样吧，您在机场住一晚，凌晨有一班到湘潭的，行吗？到西宁的票都是头等舱。你干脆让我先飞美国算了。什么事儿？啊，李主任，我来办住院手续。啊，主任，白老师不会有什么大事吧？啊，他年纪还不算大，看他自己的情绪。这病呢，可大可小。哎，我知道，我知道，少了点什么。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我少，我这也是事情突然，我没准备好。您看，我一民工，突然出这么大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容易一年熬到头，要过年了，我也回不家了，我回不了家，我买票还得退了。拿走，收起来，收起来。啊，你刚才说怎么着要去退票是吗？啊，对呀。哪儿的票啊？合肥。没关系，主任，反正我要去火车站，我帮您看看。小梅，小梅，你是不是找表哥算账啊？他不在这里，你到别的地方去找他吧。对，你去找他，顺便帮我教训教训他，进了什么货，搞得多少人都找他算账。现在倒好，你又说进什么火车票，自己连回家的钱还没有呢。过年我可能回不了老家了。
我把白老师害得住进了医院，我不能丢下他不管啊。你怎么打算的？昨天还有一点打算，现在一点也没了。小梅，我有好多事要做，你先回去吧。我们一起嘛，天塌下来我帮你顶着。欠了表嫂两次材料钱，他不会放过你的啊！呵，假冒伪劣的事我都不跟他计较了，这样的好妹夫上哪找去？说的你多好事，你觉得呢？喂，老妈，哎，我现在下课了。啊，行，行，那我现在就去医院啊。哎，到底什么事儿啊？从卷面上分析来看嘛，啊，孩子理科还不错，啊，很聪明，很灵活，文科差点，啊，嗯，男孩子嘛，正常啊。中考之前抓点紧，记记背背，还来得及。真的，我们家李丽就想上八十八中，其他学校她都看不上眼儿。我听说您是八十八中的老师，所以这不来跟您咨询咨询。对。他就是怕大病房太吵，不利咨询，所以。关于咨询的事儿呢，嗯，我们常做。即便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也愿意呢跟学生的家长啊，还有追求进步的学生多多交流。哎呀，那真是太好了！照您说，现在除了督促的学习，我们做家长的还能干嘛呢？我听说。得跟领导和老师多接触接触，我这也找不着门。妈，您看，妈妈，哎呦，我这肚子，不用，我上厕所了。那么多事儿啊，哎，快去快回啊！每年的中考前三个月啊，我们八十八中都每周举办一次考生咨询见面会啊，还有中考的这个复习答疑。嗯，你要有问题呢，尽管去。啊，学校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着的。来了。哎，白副校长是在这儿吗？白副校长啊，能住这儿啊？来来来来，哎呦，白副校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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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给您欢迎欢迎。哎，白副校长，你好，你好，你好，身体好点没有？好多了，坐坐坐，哎呀，行了，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谢谢大家关心。哎。学校中考咨询的事怎么样了？准备的，差不多了。哎，好，客气，还是麻烦您了。向老师，你现在是主任助理了，你得把这事儿盯起来啊。应该的，这事儿您就放心吧，没问题。我放心，放心，放心。我是人在医院呢，这个心在学校。那您还是得放心，哎，您得先放心。医院的伙食还可以吧？嗯，还可以，还可以。您一定要注意下床休息。今天出去活动一下呀，多吃点水果。对对对，多好，多下楼啊，是锻炼锻炼。对对对，好像还不错。对。没问题，恢复的挺好。是吗？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哎，弄坏了。去。爸，还没买着票？没有。那怎么，你也想回老家？哎，只要能摆脱老妈的魔掌，去哪儿都成。她成天这么神神叨叨的，谁受得了？妹子。爸问你，想不想见爷爷奶奶？当然想了。你爷爷前两天又特地来电话说特想见你。爷爷的岁数大了，没什么念想。你要是这次……你怎么了？
白老师，他可是88中的副校长呢。你又动什么心思？我都想好了，他家人不是还没回来吗？咱们现在给他送回家，然后代理力气给他拜年，顺理成章啊。听说他正装修呢，哎，送点工艺品。哎，要来狠的，送台等离子。这反季节苹果不行，中看不中吃啊。白老师，哎，您尝尝。哎，爸，哎，好好，谢谢。哎，您的反应啊跟我刚退休那时候一样。哦，哎，时间一长就好了。哎，不就是因为身体不好让他提前退休吗？凡事啊都往好处想。您想想，您在位的时候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哎，这回把您拔出来了，哎，其他萝卜就可以松快松快啊，是吧？我老伴儿还没回来呢，他不知道家里装修出事儿了，我又住院，啊，现在又得提前退休。哎，他要知道了，非得担心死不可。你老伴儿不在身边啊？哼，我说怎么老是一个包工头在这看着呢？我儿子女儿啊，在美国过得也不容易，我老伴儿呢，过去照顾照顾。过几天，他们一块儿就回来了。那你还怕什么退休啊？那我还巴不得呢，啊！我怎么看你恢复的比我还好啊？怎么还不出院呀？啊？嗨，我出院也是一个人，这儿多舒服啊！那家里人呢？哎呀，老伴儿早没了，就一个儿子在深圳。总说忙，啊，两三年不见一面。再怎么样，也总归是自家人，啊？嗯。白老师。哎。那个国栋让我给您送饭来了。哎呀，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车票车票。票价低。沈阳卧铺沈阳卧铺车票车票车票。沈阳卧铺沈阳卧铺车票车票车票。有去湘潭的票吗？有啊。有。票什么时候来啊？来了，马上就过来。再等会儿。交叉打击等方法。就两张，一张加150，我要三张呢。哎，大哥，这几天票老难买了，自己再想想办法吧。嫂子累不累？嗯，不累。用不用歇会儿？用。嗨，这在你瞧呗呀，赶紧做事哦。哪去来着？来着。谢谢你。来来来，说你呢。前面别加塞。白老师。哎。你看看，我来给您这儿啊，添点过节的喜气儿。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我都多少年不写毛笔字了啊。基本科就您那字拿得出手。对啊。哎，李主任，您就写吧。写过年不就是一高兴的事吗？对啊。写吧，写写写写，来来来来。来，哎，把票买到了。啊。哎，点点点点。嗯。哟，我这还没零钱找您。哎，不不不，不用找，不用找。哦，对对，票特别难搞，完了还多加了3块钱手续费。啊，给你给你给你。哎，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拿了拿了拿了，没事没事，谢谢啊。哎，不客气不客气，白老师就托您多照顾。嗯，好，好，好。李主任，我想问问您，您看能不能提前2天出院啊？怎么回事？就差2天了。明天我老伴儿、我儿子女儿、小孙女他们要回来了，我得去接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住院啊。哎，没事吧？行，
那您明天就出院吧。哎呦，太好了！啊，别忘了节后来复查。哎，一定一定，谢谢李主任。白子，我走了啊！哎哎，国栋，你可帮我盯紧了我这几十箱子的书啊！你放心，交给我了。哎，啊，走了，白老师。东哥，啊，下班不拿床？喷死着！白老师不是话里这疼吗？这我白。你俩上班不一样。大头，半个鸭子。到。带点子都做不好。哎。哎。你怎么自己出院？你包工头不来接你啊？他在帮我搬家呢。哦，我们家离这很近，是吧？哎，你看，啊，那个楼挡上了，后面这小区就是。哦，哎，以后你到我家去玩。哎，啊，哎，好好好。哎，哎，哎，别，你拿，你留着，留着，拿去吃。哎呀，我有的是，都这些老朋友，这我送的呀。啊，不收不给面子啊。好好好，哎，那我走了。等我孙女回来了，我带她来看你啊。有时间你到我家去玩。哎，啊，再见啊。哎，白子，你们不上去坐会儿啊？哎，不了不了不了，白老师，您呢，好好休息啊，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哎，白老师啊，那个窗户啊开着，通风很重要。啊，好，对，这回不会再有事儿了吧？您放心，肯定不会有事，有事您找我啊。好，啊，对了，白老师，那个，如果下回啊，您的同事啊、邻居啊，还有需要装修的，您别忘了我啊。我是永远忘不了你啊，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太深刻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多包涵，多包涵，白老师。哎，老爸，你带这么多衣服干嘛呀？那边不是南方吗？啊，那边没暖气，你妈又怕冷。李佳玲，我刚休了半天假，你就搞出事儿来了。我问你，白老师呢？啊，我让他出院了。他不要住七天吗？哎呀，人家家里有事儿。你们干嘛呢？哟，李佳玲，你行啊。票这么难买都让你搞到了，竟然还瞒着我。来，昨天我就想跟你商量的，我爸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大过年的本不该这么说，可老年人的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而且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票。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反正我是不会让黎黎跟你回老家的。白老师说了，这个寒假的复习啊最关键了。白老师自己也知道过年要跟家里人团聚的。佳亮，我知道这是你一片孝心，可你也知道今年对李丽是多么重要。我不是答应你了吗？只要她能考上88中，马上就跟你回老家。佳良，你想想，咱就这一个儿子，而且现在离中考就只剩3个月的时间了，你说我这要求过分吗？我给你做饭去，啊，给你做红烧肉，等着啊。妈，嗯，还回老家吗？没你事儿，你只管复习功课去。可我爸票都买了。等会儿啊，我到火车站把票给退了。
来来来，碰一下碰一下，来，喝好吃好啊。乖豆，逮个票暂时抬进圈，没有这一点指望着，肯定没办法了。你咋想？我想，反正离过年还有两三天，还不如想法子回去着。你觉得？我听你的。好，开车回去。不咋，你个车票上不上？哎呀，得。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找，反正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就按郭东刚的办。路上住一天就找，他们说这不行话了呢。我们豆子把你留下。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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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是来取车票的。什么车票？不是，哎哎，老妈，票是我卖的，我在网上卖的，每张加200元手续费。谁让你卖的？老妈，你不是要去火车站退票吗？你说你去火车站又得跑路又得扣手续费，多不值啊，还不如卖票呢。我待会儿还得啊，你等一下啊。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啊？行了，那谢了，再见。嘉良，嘉良，你怎么了？回老家真的那么重要吗？哎，你别这样啊！哎，你别这样啊！你吓着我了，要不我们听你的，跟你一起回家还不行吗？啊！哎呀，票，票！哎呀，哥哥，哥哥。我们那票不卖了。什么？哎呦，实在抱歉。不卖了。我们把钱全退给您。哎呀，同志，同志，真对不起，那票我不卖了。你说就没你们这么干的？这快过年了，谁不着急回家呀？退给我们吧。实在，这真是抱歉。哎，钱我都给你带了，在车站门口等着我呢。这不是钱不钱？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谢谢，谢谢啊，您慢点走。啊，我跟你说，我二话没说，一点都没犹豫，我一下就过去了。你看他怎么跑那么远了，哎呦，差点没把我给累死。幸亏上学的时候我参加过田径队，要不然呢？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前面有交警，赶紧低头！上高低头得罚好几千呢！哎，别说话，别说话！你们这……哎哎，快看快看！哎，快看！哎，有有有有！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结果那个票贩子。今天来吃点饺子。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还有电视机前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拐东子还没到家呀？打个电话问问吧。郭董，你到哪里了？哦，村口啊。哦，到村口了，到村口了。哎呀呀！哎，怎么回事啊？我白去个妈妈，最后一步都坚持不了了。哎，算了，开车，走过去。开车，开车。没有这个功劳了，开心点啊！哎，三胖，晚上不要去摸王寡妇的门。大头，等等我，阿明，等等我，打扰等我。